好了，阿舍，再继续跟爸爸开箱吧。这是今天到的快递 ，ATD 寄来的。ATD 是一个国内的滑板店，他们代理 Thrash 的产品。Thrash 是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滑板杂志。然后我看到有一款 Thrash 的这个帽衫上市了，所以我还挺喜欢的，就买了。耶，哇哦，有惊喜啊！买的时候感谢小白还给我打折了，然后很惊讶的是，竟然打开里面还有一双 Creature 的袜子送给我的，多谢多谢，谢谢谢谢。M 号算是帽衫，浅灰色，有一点偏白的，帅了帅了。啊，还有好多贴纸，阿闪你看。嗯。ATD。Support your local ATD. Thank you. 这个是 Santa Cruz， 是美国的一个滑板牌子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帽衫，帅。这上面的画我很喜欢。这个是 Neckfis， 是一个美国很出名的一个滑板的艺术家画的。这个帽衫挺好的，这个帽衫是很薄的，正好适合春秋穿，因为现在最冷的时候应该已经也过去了。而且这个颜色是特别浅的灰，有点发白的颜色。刚好我没有这个颜色的帽衫。Thrash的杂志做的特别好，特别cool，就是完全不像，完全没有那些什么 street fashion 什么潮流，就是纯死忠 hardcore 滑手滑板风格，所以我一直很喜欢 Thrash。但是他们的衣服，说实话，质量一般。当然了，买 Thrash 的衣服也不是冲着材质什么质量去的，主要是还是冲着它的这个文化去的。上一次我买了一件 Thrash 就是 logo 的这个帽衫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打开吗？好，爸，我给你打开。上一次穿，我买回来第一次穿的时候，套头的时候这个地方线就被崩开了，不过这次还挺好的。哇，这个蛮不错的，挺舒服的，薄薄的，很舒服。阿舍帅不帅？看这里，你说 Thrash， 阿舍你说 Kicker Club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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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贴在哪里啊？你贴在哪里啊？贴在那里，贴这里吧，在这里的吗？在这里的，拜拜。哎，对了，阿舍，你的剑呢？把那个把剑拿过来，在那边。爸爸。你看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的？你看，爸爸。这个是什么？来，阿舍，来，把你的手给爸爸，给你戴上。好玩吗？阿舍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危险的，好吗？好了，谢谢 ATD Thrasher Scare Life。